Hello， 大家好，我是魏魏先生。今天呢，要来开箱分享的东西，是我搬进新家来之后第一个入手的家电产品，也就是我身后这一台 Samsung Q60T 系列65寸的 QLED 4K 量子电视。对于电视啊，大家最在乎的是什么呢？一般人的直觉思考应该会是大小尺寸、画质的解析度，还有边框够不够窄，跟能不能连上网络等等等。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啊，都很喜欢拿电视来看网络的内容，包含我自己也是。但是对于电视有更高要求的人，可能就会更仔细的去挑选哦。在挑电视的时候，我大概归纳了四个方向来作为我选购电视的考量。那今天在这边呢，也就一起分享给大家啦。第一点，电视尺寸跟外观。这台65寸啊，在 Q60T 的系列当中是最大的尺寸。因为我们家的客厅从电视一直到沙发呀，大概有3米多的距离。所以我上网看了 ratings.com 的建议，65寸以上的电视会比较适合我们。而且因为三星这台 Q60T 啊，它做了三边微框的设计，大幅降低了荧幕边框的占比，让整体的视觉看起来啊，画面更大，更不受限。有时候我都觉得它不止65寸，在它的边框还有背盖的部分呢，也都做了法丝纹的裱花设计，所以整台电视的质感啊，还有颜值真的都非常高。还记得那时候安装人员来我们家安装这台电视的时候啊，外箱一拆开，我就觉得它非常漂亮了。那最后挂在墙上面的模样啊，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整体的模样，是不是还蛮美的呢？第二点是画质还有解析度。这台电视啊，它是 QLED 的 4K 量子电视。我先简短的说明一下什么是 QLED 吧。QLED 的中文名称叫做金属量子点显示技术，也就是利用金属量子点的涂层，让电视的显色更加饱和。而这个东西啊，它获得了德国 VDE 的认证，可以表现出100%的色彩，把显色的细致度啊调校到最理想的状态，大大的提高了画面呈现的色彩准确度，然后搭配了 HDR10+ 的技术，在不管是明亮还是深层的色彩都表现得非常完美。就像最近我跟魏泰陪着魏宝在看他最爱的龙猫卡通的时候，那个画面变得更精致，而且看起来更舒服。 4K 的解析度啊是3840×2160，它是 Full HD 的4倍哦，而且在这台电视上还搭载了双视光增艳科技的背光技术，也就是在背光里啊加入了暖色温的排列设计，有效的优化对比表现，提高画面的可视范围。这一点对我们家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家的客厅算是比较宽一点，有时候来的朋友一多啊，大家就会开始排排坐一起看电视或者是看电影。因为有这一项科技啊，所以即便他是坐在两侧最边边的人，还是可以很舒适的看到电视的画面内容，所以它的解析度呢真的是没话说。接下来第三点呢是影像处理还有智慧分享。为了能够快速的优化画面色彩跟最佳化对比细节，Q60T 系列啊，它搭载了 4K 的量子智慧处理器，能够让进入电视讯号源的画质可以提升至类 4K 的画质。白话一点说呢，就是它即使它不是 4K 的影片，但是它也可以让你感觉上它好像有点类 4K 的感觉。然后搭配它量子 HD10+ 的动态映射技术跟 UHD 的极致控光技术，使得电视画面啊在暗部的部分更深邃，亮部的表现呢则是变得更明亮、更生动。像我们自己常常在追的美剧啊，或者是英剧，画面很常都会有夜晚、阴天或者是一些昏暗的场景，但透过 Q60T 看起来就立刻清晰很多，让我们在追剧的时候呢就感觉更爽快啦。如果你今天是用手机啊在看照片或者是影片，想要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现在已经不用两三个人挤在手机前面咯，因为这台电视啊它支援苹果的 AirPlay 2跟 Android 的近摄分享。拿 iPhone 的话，你只需要打开功能列，然后选择荧幕镜像输出，点选你的电视，就能够马上从电视看到你手机里面的画面了。那假如你拿的是 Android 的三星系列的手机啊，它还有一个更快速的感应连接，你只需要拿着你的手机在这台电视的边框轻轻的触碰一下，立刻就可以把你手机里面的画面显示到这台电视上面。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应连接啊还蛮酷的，
另外它还有一个多重视窗的功能，可以让我们手机画面投射到电视上面的同时啊，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画面看电视或看电影，调整成子母的画面。而且就连你用 Mac 笔电啊，或者是 Windows 10的系统，也都可以透过 AirPlay 2或者是 Remote Access 分享画面到电视上。所以不管是放在家里面使用，或者是把它搬到工作室去用啊，都超级方便的。那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用电视来玩游戏。这台 Q60T 啊，在我们玩游戏的时候还能够开启游戏玩家模式，所以当你今天接上的不管是 PS4、PS5 或者是 Xbox 的时候，操控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顺畅的，一点都不会有延迟的感觉哦。第四点，使用的便利性还有软体资源。我觉得一台电视的灵魂啊，除了它的画面清晰之外，就是我们最常拿在手上面的遥控器了。三星这台电视啊，搭配了一个智慧型单一遥控器，在这个遥控器上面呢，它有变色龙、Netflix 跟网页浏览器的快捷键。因为我自己呢是已经没有在看第四台的习惯了，而在家通常都是看 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居多，所以在这个遥控器上面的功能快捷键啊都非常符合我们家的使用习惯。然后它的调整音量啊还有选台的按键是我觉得用起来最舒压的地方，它不像过去的遥控器都必须要用按的，我觉得比较费力。在这里呢，你只需要轻拨两下就搞定了。然后假如你们家里面呢、有其他的选台器或是遥控器，像我们家有一台蓝光播放器，专门是放卫宝的一些 CD 啊或者是 DVD， 它的遥控器也能够记忆在这支遥控器上面，以后呢我只要拿出这个遥控器就能够直接操作了。另外三星这台电视啊还有一个我非常爱的模式，它叫做变色龙模式，它就是可以像变色龙一样把自己啊跟背墙的颜色融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模式底下呢，我们可以设定它是相簿或者是艺术画框，甚至是一个音乐墙，让电视啊不再只是只有电视的功能，而是增添家中摆设的一个质感。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画作或者是一些卫宝小时候的照片啊，就感觉非常的疗愈。那最后呢，我一定要讲一下关于这台电视搭配三星家电 APP 的部分。很多品牌的 APP 都只能限制在用于自家品牌的产品，但三星的 SmartThings APP 能够跨品牌跨装置去做结合，智慧管家的功能啊它还可以支援像是蓝牙或者是红外线等等的装置，而这些功能呢都会在2020年的第二季之后上线。好，以上看完这些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现在的电视啊它真的已经不是一台电视的功能，我觉得感觉比较像是一个家庭里面的娱乐中心啊，或者是控制中心，让我们不再只是每个人手上拿一只手机在看自己的内容。当你今天想要分享的时候，你可以很方便快速的去分享，反而因为这台电视啊去拉近了你在家里面跟家人或者是来的朋友之间的互动。所以呢，我认为选对一台电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的，那今天这台 Samsung QLED 4K 量子电视 Q60T 系列的开箱，还有我自己在挑选电视的时候归纳出来的四个方向就分享到这边啦。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